我已经跟教授请了太多天假。好吧，所以你至少还有一个月才能回国。对，我会争取尽快的。没事，我在家等你，老公。你刚才叫什么？好话不说第二遍。如果你明天跟我一起回家，我就再叫你一遍。真的只有这一个办法吗？我看未必。你干嘛？你别过来啊！你说不说？不说。嗯。滚！滚！你真恶心！滚！你别过来！自己的鸡鸭你还嫌弃？等等。我紧张，紧张什么？我这一进去，再出来就是有夫之妇了。你早就是有夫之妇了。不一样啊。怎么不一样？我感觉我肩膀上的责任更重了。是我的责任重了，走吧。来，二位请坐，微笑一点，这张照片用一辈子的啊。来，三二一。我嘴角爱你的睫毛，爱你的。你好，我们来办结婚证。两位是自愿结婚吗？是，请出示你的身份证、复印件，还有你的户口本。糟了，我的户口本在老家。怎么办呢？嗯，请稍等。阿姨寄给我了。你们两个，这样会显得我很不上心呢。你知道就好。我也是有准备的，我查过了，结婚证9块钱，这9块钱算我请你了，谢谢啊。现在办理结婚手续免工本费了，为什么？国家为了减轻个人负担啊。嗯，我的确觉得肩膀上的负担轻了些。我还特地去银行换了9块钱，莫莫说了，这样能长长久久。辛苦了，顾太太。勾着手，一步一步，一步一步，你身边环绕，感觉到爱一点一点，一点点的明了。庆幸和你遇到，谁笑都会偷笑，就是如此。让我心跳，当甜蜜一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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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的发酵，烘焙出浪漫的味道，这甜度刚刚好，想一口吃掉，一份爱情面包，品尝两个的美好。买这么多菜，咱们哪里吃得完啊？就是想吃啊。你什么时候学做菜啊？我为什么学做菜啊？因为从今天开始你要负责买菜、做饭、洗衣、洗碗、拖地、倒垃圾啊。什么都我做，那你做什么？我做你老婆啊。归一，卖完了？卖完了。周磊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啊。哎，红颜祸水啊，从此君王不早朝。他骂我。好吧好吧，我说错话了。那你们俩好好享受二人时光吧，记得要关门啊。你听说了吗？你听付费说了吗？说什么？求婚呢。他要求婚？他指望帮他订了餐厅啊。他订了这个餐厅啊，听说这个餐厅到处都是花，好浪漫呢。
不觉得。他给我看了他戒指。他为什么给你看戒指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他的戒指可好看了。我没有戒指。他上面有钻石。这么大一颗吧，我给你看。你看。钻石有什么用？切玻璃吗？你找茬吧你。本来就是，钻石和玻璃差别不就是硬度吗？什么叫不就是硬度吗？那你有本事送我一个比钻石硬的玻璃啊。好啊。你小心点啊。没事。真没事啊？放心吧。融了融了融了。好了。这个叫鲁珀特之泪，比钻石还硬的玻璃。怎么可能？它长得跟巴斯地瓜一样。你敲他的头。啊，不会把它敲碎吗？不会，我保证不会。你确定啊？为什么我这么用力都敲不碎吗？子弹都打不碎。神奇啊。怎么样，比富贝的钻石厉害多了吧？钻石就是营销的谎言，碳元素而已。钻石的寓意很浪漫，钻石恒久远，一颗永流传，没听说过啊？鲁珀特之泪，我也可以给他一个寓意。什么寓意啊？我们的爱坚不可摧。行了，他尾巴这么细，我给他敲掉吧。哎，怎么了？在实验室里，一切都要严格按照实验步骤和导师指导操作。哦。你看我操作吧。哦。为什么？这个原理叫裂纹扩展。由于内部不均衡的压力，当融化的玻璃滴进冰水中时，玻璃的表面会迅速冷却，形成外壳。所以我们的爱坚不可摧。我们的爱坚不可摧，但你是我的软肋。有点肉麻。我也觉得。